我现在脑子里除了螺蛳粉没有任何的东西。哎，都是血腥。羊排，羊排，空气炸锅，吃什么？羊排，我太想吃了，我等了很久了。先烤一波，看看味道。行，就这样。180，然后几个十来着？先十个十吧。先十个十。嗯，来试了，第一个十。嗯，它要翻面吗？还是说就是这样一直十十十？要，翻回来的时候撒一点这个。OK， 哇，这羊排绝了，这羊排，羊仔撒多少？不用太多。哇哦，讲究。放进去了啊，下一个十。叮，哇，小羊的羊排，滋滋冒油。小杨，我看看油香油香。雷得作品啊！我先尝一会儿最小的。全是半身。杨仔，哎，可以吗？我能跟你过吗？真的？我想天天吃。